QQ 名人赛 QQ 宝藏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宝藏男孩 Into One 刘宇。想了解更多关于我的独家专访、有趣话题，关注 QQ 宝藏公众号。其实平常在休息游戏的时候，我还挺喜欢上 QQ 游戏中心，会玩王者呀这些游戏，不光好玩，而且还好看。名人赛现场彩蛋，请给 QQ 小皮克球送吧。刚刚好一下就到你心里喽。腾哥。行动了一下，我就出来喽。还真礼物啊！这怎么还有上联跟下联？哎，我们横幅就是 QQ。哎，你第一次使用 QQ 是哪一年？啊，这应该是我妈帮我注册的吧？小学一年级，应该是，这七岁。你第一个 QQ 名叫什么？时代宝贝，时代宝贝。因为这什么，我妈妈当时的公司叫时代什么什么什么，然后我就说，哎，反正就是我妈给我注册，那就起了这个名字。录过的 QQ 头像是什么？一片绿色的叶子吧，这是一个风景照。曾经发过的 QQ 签名里最非主流的一句是什么？如果不爱请别上来。在 QQ 上为自己添加三个个性标签，你会选择哪三个词？青春、阳光、积极。模仿三个你喜欢的 QQ 表情。最近有该新技能吗？ get 到新的技能了，我能三秒钟背出十二生肖。3, 2, 1。属牛、虎、兔、龙、蛇、马、羊、猴、鸡、狗、猪。两秒钟，不用检测，绝对是对的。这个技能呢，就是因为有一段时间为了记别人说，哦，你属马的，你属什么什么，然后我说你怎么一下知道你属马就比我大多少或者是小多少，我就在那记整个生肖，我就熟背，然后背完了之后发现，哦，他一说我属什么，我就知道他大概多大。